据说啊，如果打开一部死者手机呢，他的灵魂就会跟着你。拍灵异题材真的很受欢迎，刚刚也拍了一个，点击率好高啊！阿强，删除不掉，我的手机昨晚自己录音录了几个小时。我想问问，这手机是不是有问题？大吉大利。那个大叔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你说哪个大叔？我弟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